鲍威老师好。哎，您好，我叫李群泽，我是天究影视锻造技艺全程员。你好，李老师。你好，这位是我徒弟许朗新。你们好，老师好，刘老师好。咱们这银湖有什么特色的地方？我们是像记忆的俗称一张打，就是用一张银片打造出来这样一把完整的银壶。这一张能打出一这个？是的，是的，包括它的整个的壶身。壶嘴也是？对，也是这个银。那要打多久啊？吹打一把一星壶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，吹打50004000次完成。我们这样制作保持了壶的一个完整性，增加了它的柔韧度。那这个也是打出来的？对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工艺，这个是一张打跟掐丝珐琅的一个结合。这个叫万物生。郴州又被称为银都嘛？但郴州是没有银矿是吧？我们那边主要是冶炼，就是在废水、废渣、废料里面提炼出这些贵金属，三废利用。对，废渣、废水、废料，然后变成了变废为宝，是就可以增加它的附加值。翻了好几个倍，一个谢谢，谢谢，了不起，了不起啊！变废为宝，这个真的很了不起哦。